们再复习一下昨天晚上所讲的。哎，我问一下在座的，昨天晚上没有来的举手一下。哦，比较好找。OK， 好，请放下。所以我们呢，很快速的复习几个重要的地方啊、哦，然后我们就紧接着继续讲。记住这个部分讲的大部分都跟你们有关系，跟你们高中学过的完全一样，只是中文换成英文。OK， 但是呢，这里面会有几个地方未必高中非常的很详细的。OK， 那我们就要来讲。啊，这个我不晓得你们老师讲的是不是非常详细。OK， 好，第一个呢就是矩阵的定义 ，matrix。matrix 指的就是一大堆数字啊放在一起的东西。比如说这边一个 matrix， 这个 matrix 呢，它告诉我们里面有六个 element， 也就是每一个呢，我们叫做它是个 element。OK， 它也告诉我们它的 size 是多少，它是二乘三，这是它的 size。二指的是有两个横的 ，OK。所以呢，我们要是说这个方向，这个呢就叫做 row， 就代表它有两条 row， 或者是我们讲这个直的，这个叫 column， 它有三条 column。那假如说呢，我们讲的是一个对角线的关系，这个我们称为 diagonal man。OK， 好，这个是昨天讲的。因此呢，我们一般在讲这个 matrix A 的时候呢，那我们会说 A 这样子写太麻烦了，有些时候会太庞大了。你用个 general case 的时候来表示啊，非常的复杂。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表达，你可能就是 A1、A12、A13、A21、A22、A23。那假设很多个呢，那你怎么办？那不是鸡飞狗跳？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就写成矩阵一样是中括弧，只是里面呢只写 element J K， 把它的 size 呢写在这边。OK， 这样子就告诉我们说，前面的这个 J 代表的是 row。的 number， 到底你是哪一个 row？ 后面的这个呢，告诉我们是 column 的 number。OK， 那最后面这边是告诉我们它们的 size， 这个就是我们的表示式。好，那么再来呢，我们说什么叫做 equal？它指的是两个矩阵要 equal 的话，比如说 A 它们要 equal 的话，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它们的 size 呢一定要 equal。再来一个呢，很重要的是每一个 element， 每一个也要 equal，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才叫做 equal。OK，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就告诉大家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好，加法 ，A plus B 等于 C。那基本上呢，就是 A J K plus B J K 要等于 C J K。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既然你要相加，你必须要每一个 size 大家全部都一样，而且。CJK 啊，我按照顺序来写。
我们直接就可以写成为 AJK 再加上 EJK 就等于 CJK， 相当于每一个 element 都要互相相加。OK， 这样子呢才叫做加法。好，那么你要是 product scalar product， 你把一个常数，某一个常数乘上 a， 等于什么？记住，这一个 c 呢，小的 c 哦 ，a constant。那么就相当于说，你这里面的每一个 jk， 通通每一个前面，通通都要乘上。C， 每一个 OK， 通通都要乘上 C， 注意这几个就好。好，然后呢，我们有教几个名词，对不对 ？Zero matrix， 什么叫 zero matrix？ 很简单，符号就是零，大一点的零，里面每一个都是零。OK， 里面只含有零而已。那什么叫 unit？Matrix， 它的写法是 I， 里面呢只有对角线的地方是一，其他通通都是零。OK， 这个呢就叫做 Unit Matrix， 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下。好，那你们最熟悉的呢的乘法。内积 ，OK， 也就是说，假设你把 c 呢分等于 a 乘上 b， 那我们怎么乘？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a 呢一定要是什么 ？AJK， size 呢？假设是 m 乘上 n，b 呢？一定要是 n 乘上 l， 得到的 c 呢才会是 m 乘上 l， 所以请大家记住一下，这两个一定是一样。OK， 那这里面怎么乘呢？每一个 c j k 会等于什么东西？会等于 a j， 我看看，我给它。给他一个，这边不要写，这边这边写 I J 好、啊，算了，上面都 J K 的就 J K 了 ，J L 也不要 J L，J Q B Q K summation Q， OK， 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来相乘，意思也就是横的去乘对方的纵，所以假设你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这乘上这边一定要怎么样？一二三，假设是这样，那么乘起来的第一个单元，第一个单元一定是这个乘上这个，两两相乘之后相加。所以假设叫一二三，这叫一二三，那么它一定是圆的一乘上方形的一，再加上圆的二乘上方形的二，加上圆的三乘上方形的三，这是第一个 element。然后再来第二个 element 是由这个来乘上它，那么那个就在下面。所以一二三四五六，那它们是四乘上一，五乘上二。六乘上三，最后面它会得到，这边还有另外两组。OK， 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矩阵。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二乘三，二乘三，那这边一定是三乘三，比如说是这起码这两个一定要相等，最后得到的是二乘三，果真真的是二乘三。OK， 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就不多讲啊、哦，很快就马上过去。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呢，有几个运算要注意，任何一个矩阵乘上零，零乘上任何一个矩阵，或者矩阵乘上零，最后都等于零。单位矩阵乘上一个矩阵，或者一个矩阵乘上一个单位矩阵，就等于自己。然后有个很重要 ，A 乘上 B 不会等于。B1乘上A， 永远要记住这个。假设这个两个一颠倒，是不是三乘三乘上二乘三的，可以乘吗？不可以乘，因为它们的中间这两个数是不一样。OK，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下啊。好，到这边都很快，然后。我们还有介绍一个对角形的矩阵，它指的是我们有个矩阵呢，可以写成这个样子，有只有第一个，就对角形的存在。其他通通都是零。OK， 这种叫做对角线的矩阵。那一般我们表示是我们不会这样子写，我们会这样，会怎么写？你看看，只有两个相同的存在，两个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A12 的这个一定等于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把它写 JK， 那后面乘上德尔塔 JK 就好。那么这个呢？所以这个德尔塔代表什么意思？当 J 等于 K 的时候等于一，所以 J 等于 K 就等于 JJ 嘛，代表二零啊，等于一，当然就是它自己。当 J 不等于 K， 它等于零，零乘上任何零，通通都等于零。所以当 J 跟 K 不一样，就相当于旁边。所以这些上面的每一个 element 叫 diagonal element。OK， 这一边的 element 叫 diagonal element。所以我们这边呢，这样子吧，我用蓝色。我们下面的擦掉。那么旁边呢？比如说这个，这个就是 off diagonal。它不在对角线上面的元素 ，OK， 所以这些名词大家一定要记起来。diagonal， 大家开始学量物的时候，很快你就发觉很多东西都要 diagonal。OK， 好，那我们介绍一个名词，你看，所以我看很无聊都在介绍名词，对，叫 commutator。假如说我们有一个 A、B 的两个矩阵，然后用中括号把它写起来，它会等于 A 乘上 B 减掉 B 乘上 A。OK， 还有介绍一个。symmetry matrix， 什么叫做 symmetry， 或者 skew symmetry matrix， 什么叫 symmetry matrix？ 就是说你将一个矩阵做个 transpose 之后，会等于自己，这叫 symmetry。OK， 我把它写小一点，写上面。
你把它做个 traceable 之后会自己。比如说好了，你有个矩阵，比如说我们想想看，一二三四五六 ，traceable 的意思这边也是四五六，这样子是不是对称呢 ？traceable 就是你把这一行转成直的，一四五转成直的还是一四五，来，那一四五直的你就变成横的，所以在这个转换过程当中，它都是对称的。这个叫做什么 symmetry matrix OK 那什么叫做 skew symmetry 呢它指的是当你做个 transpose 之后跟原来当中差一个符号 OK 差一个符号这个写法很像我们以前写的那个什么那个 O 那个基函数跟偶函数的写法对不对只不过它是 transpose 基函数偶函数是你把它拿过原型点放到对称点的那比如说成一个我把它拿过来之后要等于它的负号但是你要记住哦假设一一呢一一拿过来还是一一啊但你不能够写一个非零的数字比如说好它的 element 是一一一一的是五那就负五 transpose 之后还是一一啊那还是五五怎么可能等于负五不可能的所以它的 diagonal term 呢对角线的这些 elements 呢通通都要等于零那这个叫做 skew symmetry OK 好上一次有讲到一下转换转换了我们就不管我们就直接 OK 好讲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当然都是高中的对不对好那现在开始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用到矩阵高中所教到用的矩阵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就是解联立方程式对不对到了我们的时候呢到了大学的时候你会解的是什么联立微分方程那你还是要用到这个 OK 那 even 呢更复杂的 dimension 更大那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系统那我们想办法去描述它这个时候矩阵就有它的先天性